维持三日三夜的拉面决战，消耗晒阿善的体力，古拉面唯有继续力战保护阿善。原来这个蒙面人就是阿善的爸爸醋己子。阿善和醋己子合力，终于将菠萝龟呼唤了出来。但是这一场惨烈的大战，胜利的代价就是菠萝龟的性命。冲击合体天未龙，对不住菠萝龟，都是我不好，是我连累到你连条命都没买。你对食怪有这份爱护之心，我真的觉得很开心。照这样看阿善，你应该真的有资格继承食神的衣钵了。阿善，菠萝龟用他的生命告诉你，你还有些地方做得未够好，所以你以后一定要加倍努力修炼才得，你要成为真正的食神。但是菠萝龟已经消失了，我们还有什么王牌可以跟美食卡军团他们斗过？其实黎真食怪都不是只有菠萝龟一只的啫。啊，只要用四只指定的食怪合体，又可以做多一只黎真食怪出来的。用四只指定的食怪，还要他们合体啊？没错啦，其中一只由超良手中得到的小龙，再加上必定的烧麦盒，还有那只由虾饺变成的虾武者，再加上另一种特定的食怪。另一种特定的食怪？你说另一种即是哪种啊？至于第四种指定的食怪是什么食怪，是一定要由美食斗士自己找出来才行的。不过有贴士的，那只就是一种最能够耐热的食怪了。第四种食怪是最能够耐热的？只要能够集齐这四种食怪，再令他们成功合体，这样就可以呼唤到代表中华料理最顶顶的超强黎真食怪出来帮我们的了。他的名字就叫做天美龙。啊，叫天美龙啊？你都听到了，阿善，你跟住落嚟嘅目标就是要令到呢隻天未龙成功诞生，呢个任务亦系你成为食神前嘅修行嚟嘅。有佢啦，算啦。哇！如果要我再受啲咁嘅痛苦，我宁愿放弃唔做咩食神啦。哥哥唔好，你系咪想要菠萝龟佢白白牺牲啊？我已经唔想再战斗，其实我根本就唔想做咩食神啦。哥哥，你在乱讲啲乜嘢啊？你好难得先攞到做食神嘅资格噶，你点可以咁易放弃噶？因为可以做到食神嘅就只得你一个噶咋。由得佢，唔好理佢。其实唔止阿善先至做到美食斗士嘅食神，仲有好多人都有资格。举个例，银树已经系其中一个。吓！任何美食斗士都一样可以攀得上美食斗士嘅高峰嘅。银树，你同样有质素。我有做食神的質素啊。啊，不是啊嘛，爸爸，如果是这样的话，哥哥他又怎样啊？一个没了斗志的人是什么都做不到的。美食卡军团是不会跟我们客气，他们很有可能突然走来袭击我们。想对抗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尽早令天未龙诞生。今天起我们就全力催谷银树，我们即刻出发。你出发去哪啊？我懂得有个美食斗士的食怪拍档是虾武者，首先去找他，求他出手助我们一臂之力。你们不用知道会成功。天未龙是一只最强的黎真食怪，不可以让他诞生。交给我吧。由蒲執局四疏所变的油坦克，坦克是咁嘅，我知道你哋想点啦。系咁，风女喜先生，你真系肯帮我哋手，肯借你嘅虾武者俾我哋用？唔得，我系唔会借。吓，点解唔借？因为我唔想卷入无尽嘅斗争之中，
我只不过是特别喜欢享受露天风里浴的人，我只是想跟我的食怪哈姆者一起安静生活的。七色糖辣椒想怎样跟美食卡军团战斗他的事，总而言之我就不想牵涉你们的战斗之中。但是美食卡军团目标是要征服全世界的。美食卡军团应该是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的，只是咁啱同你哋嘅七色糖辣椒有多少唔同，你哋应该要学习下心胸广阔啲啦。如果系有颗平常心咧，就会好似我同哈姆姐咁享受平静嘅生活啦。风里喜先生讲嘅嘢可能系啱都唔顶噶。哥哥，只要我哋匿喺山区入边生活，唔走出去搵美食卡军团战斗嘅话，我谂佢哋应该唔会走嚟呢度搵我哋嘅。是咁嘅话，就唔使打打杀杀，要咁多食鬼牺牲咯。阿善，乜你真系想咁样咩？凤梨先生，不如你俾我嚟度帮你手好唔好啊？你啊，咁样就真系好咯。系咁啊，你过同哈姆姐一齐斩柴啦。其他咁多位自便咯。唉，系咁，我哋唯有睇定先算啦。俾啲时间阿善，或者佢会改变主意啦。唯有系咁啊！我呢个仔点解会咁傻噶？真系俾佢激死啊！系咁，银树。你即刻开始食神嘅修行啦，会好辛苦嘅，你要俾心机。系，知道。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啦。但系你都唔使扮成咁样噶。啱嘅。你果然已经真系做好心理准备。哎呀，佢两个原来喺呢方面好夹噶。但系你着衫嘅品味仲系未得啊。咁好啦，你就着住我最中意嘅八卦树衫啦。听住啊，银树。你棵八卦树要着到身边嘅人都望实你，咁先至有意思。嗱嗱，你要吸引人哋嘅目光嘅。扮成咁喺条街度行，请人望实你哋都几难啦、啊。你做咗食神之后，一定会有好多人留意你嘅。但系有时太过受人注目，其实都几辛苦嘅。所以喺修行嗰阵，一定要靠呢种八卦树衫嚟实习一下，点样喺其他人嘅注视之中生活啊？知道吗？系，我明白啦。咁样受人注目法有啲乜嘢着数咧？吓、啊，啱嘅。其实你嘅表现已经算合格，但系千祈唔可以就咁满足、啊。如果你着住呢件衫仲可以行得稳，咁就满分啦。我知道。好啦，你跟我行。啊，系。佢咁样系咪真系可以做到美食格斗世界入边嘅食神噶？其实讲真嗰句，我真系唔想银树佢做到食神噶。而家呢个辣椒味啊，又借啲嘢行埋喺哥哥度啦。阿善，银树已经开始做食神嘅修行噶啦。有佢啦，由今日开始，我会喺呢间屋仔度做嘢过日子噶。但系哥哥，我真系唔想听到你咁样讲。啱啲，但系咁啊，做咗食神之后可以得到好多着数噶。究竟可以得到啲咩着数啊？你讲啦。神呢就会有好多女仔崇拜你。别等啊，你冇搞错，呢啲都算系着数啊。咪咯，乱咁讲啊！阿善根本就唔使有咁多女仔崇拜佢，一个贤良淑德嘅女仔喺佢身边支持佢就足够噶啦。你做咩一路讲一路面红、啊？好似你呢种又唔可爱又唔正规嘅人系唔会明白噶啦。你讲咩嘢？我点解唔明白？我真系都睇过人关你事啊！唉，好舒服啊！喂。你的名字是不是因为喜欢风里浴所以叫做风里喜？唉，最高享受好舒服啊，这个世界只有露天风里浴，其他东西什么都可以不要。唉，那又是喎，浸多点腰骨都会没那么痛的。如果我们真的想帮哥哥他回复周知和美食卡军团战斗的话，就想想办法才得。黎真食怪的合体成分是内意的食怪里，只要找到是什么，那阿善他就会回复以往的斗志的了。嗯，阿善，唔系啊嘛，你哋喺度嘈喧巴闭，唔通就系以为自己系嗰种超级耐热嘅食怪嚟？点会有咁嘅可能啊？阿善，即系泼我只冷水。呢个问题就等我解决啦。
洗白白，洗白白。偷知啊！不如等我嚟帮你擦背啊！阿灵品蛙鬼喺度搞乜鬼啊？唔使讲啦，一定系我屋企做啦，系咪？老师傅，家好师傅，老师傅。你千祈唔好咁样讲我哋啊！我哋只系好想你讲俾我哋知，关于嗰种极之烈热嘅食怪嘅嘢噶咋。原来系咁，果然有嘢求我啊！其实嗰种极之烈热嘅食怪呢？系咩嚟啊？我之前都讲过啦，呢样嘢系要由美食斗士自己玩先至得噶。唔该，唔该晒。你帮你擦背啦，你就照样卖关子，教训佢。你班人要玩啊，行管子啊，唔好整话个风女池嘅。我系就知道啦。阿杰翠，咁快就浸到头晕啦！乐儿嘅本事真系渣啊！咁即系话，系我哋呢堆黑炭，喺你哋呢堆黑炭嘅机会系零啊！既然咁样伤我哋嘅自尊心，喂，做乜嘢啊？安好，冬菇牛大帝的第一号猛将乔用出场了。乜你终于肯出现了咩？四呢王入面最后那个乔用，我是乔用大人第一号仆人未啊未啊鸟。但是我从来都没叫过你做我仆人的。哎呀你叫风吕喜，冬菇牛大帝有事要吩咐你，就是要你带埋呢隻食怪蝦舞者加入我哋嘅阵营。你话咩话？我风吕喜绝对唔会加入你哋嘅阵营嘅。咁我就唯有送你上西天游坦克。坦克。啲风女子啊，阿善，你而家明白啦，就算你匿埋不理世事，美食卡军团都会揾你嘅。再咁样落去法，夏武者同风女喜都会有危险嘅。你敢都唔出去应战？但系哎呀，竟然破坏我最心爱个风女子啊！话冇得饶恕啊！我要讨回公道啊！讨回公道啊！个俾人闹唔还口，俾人打唔还手嘅世外高人嚟啊！咪系，佢果然系个心胸广阔嘅人嚟嘅。哎呀，你哋即管讽刺我啦！由虾饺所变成嘅食鬼虾舞者啊，同我收拾呢个人，帮个想翻口气啊！嗨，虾饺。安好阿狗阿狗害怕我烧窿呢隻蝦舞者安好阿狗嘿阿狗阿狗哎呀你认输啦风吕喜哎呀呀呀好热啊好热啊好热啊哎呀呀呀呀好热啊。第一件事呢咁样好危险的快啲搵人救火啦。阿狗啊咦咦咦好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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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号哎呀风雷先生出招啦！游坦克，坦克，坦克，坦克。坦克。
搞？坦克！阿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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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狗！坦克！阿狗，嘿！同冬菇偶大帝作对就系咁样噶啦，咩啊？我太帽姐同埋风女气先生而家好危险啊！阿狗，坦克！哎呀，阿狗！风女气先生，阿狗，好啦，系时候等我哋出动啦！好啦，系时候等我哋出动啦！唔好咁样做啊！仲想跳埋落去咩？唔好啊！蛋啊！蛋！蛋！风女气先生，你冇事啊嘛？我冇事，你放心啦。咁都黑炭，你做得好好。大人啊！系啦，因为黑炭仔，你哋已经烧到黑晒，所以俾火点烧都唔怕。孝子所讲嘅最能耐热嘅食怪，原来就系你哋几个啊！真嘅，真系我哋几个嚟啊！大哥哥。大哥哥，你仲将我哋出嚟，唔好嫌我哋冇用，一直放喺你身边。而家都系时候好好咁报答大哥哥你啦。阿善啊，你终于都揾到佢哋出嚟啦！只有你呢种对食怪咁好嘅美食斗士，先至会揾得到嘅咋。我明白啦，爸爸，唔勇敢面对敌人，就会失去重要嘅嘢，会失去朋友同埋食怪。阿善，阿狗，阿狗。姐啊，阿善啊，你快啲救我只蛤蟆姐！我知道啦，彼得，你帮我手啦，我嚟啦！炒饭盒，小龙！龙！嚟啦，新鲜滚嘅辣椒米盒！阿善啊，呢一张咧就系令食怪合为一体嘅力量卡嚟啦。我明白啦，食怪合体。哇呀！我系虾公子。是。哦，咁嘅，等等。喵。啊！仲有蝦炒飯，嚟啦，食得啦！點算好啊，喵？佢哋整咗啲味濃出嚟啊，喵！使乜咁驚啊？油炭蝦，用你最大嘅火力燒到佢窿為止啦！炭蝦！有班唔怕火嘅黑炭喺度保护住，赢紧噶啦！算啦，今日到此为止。啊，乔勇大你去边度啊？炒飯飛機！喵，等埋
正一蠢材，有危险就走噶啦，使唔使人叫啊？知道最能够乐意的食怪一定会是你们这班黑炭仔朋友的。这个人天生马后炮，跑步跑步跑步，要买合理得好犀利啊！笑，你终于都回复斗志了，真是太好了，多谢你啊。虽然你可以成功呼唤到天美龙出来，但还未曾可以肯定你就是食神，所以银树你要继续修行啊。我知道的了，我不会输给阿善的，我会努力的了。他冇姐啊，你暂时跟住呢班义士一齐作战先啦，就当系人生中嘅修行啦。哈哈狗，哎呀，你终于肯改变主意啦！要有哈姆姐先至呼唤得到天美龙噶嘛，而且我相信阿善你一定会好好咁对待我呢个朋友哈姆姐嘅。好多谢你啊，风里喜先生。哈姆姐又请多多指教。哈狗，风里喜先生，其实你可以一齐上路噶噃。唔啦，我仲有好多好重要嘅事做。我系咩重要嘅事啊？卢天风女系我第二生命，浸少日都唔得嘅，所以我就要揾个另外一个词，等我生活充实啲嘅。佢除咗呢样嘢，就唔会谂第二样嘢噶啦。真系好对唔住啊，东宫偶大帝。啊！